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又下了一天一夜的雨，今天还要下一天，又到了做中午饭的时候啊！现在每天就是吃吃睡睡，一起来看一看。先来弄点豆芽，下水里面。现在水马上开了，我们拿出面饼。纯手工制作，饿得不行了吗？才怪！啊？才怪！你的牙齿好丑啊！吃起来！起锅倒入新鲜的胡麻油，今天这个小锅里面熟一下油，油泼面的油。油滋啦啦一泼，现在来一碗贡贡面。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手艺。你还以为你是拉面师吗？油泼面吃起来，味道怎么样？来看一看，菲菲，吃起来。味道怎么样？你怎么吃进去都吐出来了？赶紧继续，预备开始。继续吃起来，捞了出来，加上我们的配菜，豆芽、小青菜，加上葱花、蒜。油热了，呲啦啦的一泼，今天的油泼面就好了。来，放上，倒上醋，放一点盐，搅拌搅拌。哇，看一下这个面条怎么样。怎么样？太美了！哇，再来一把蒜，油泼宽齿面，吃起来。油泼面吃起来。